我甲你王之间的真正甲咱那一个魂尔，那一个魂。你去写讲的是谁啊？那一个魂，那代表你放不过我，那代表你这人不知人体啊！不迄个时阵开始，你就将我对你的信任给毁掉啊！我希望到伊们做，你话要怎做？你只要原谅我，只要你讲的事情，我都做会到。你真正才计较，我甲你拢那一个话，老王，我行你嘛！你的病完了不？小艾，你真心讨厌，我上一边好不？就卡早到今嘛，用点点仔守护着我的身躯边，为我做了很多。是讲你嘛袂当干那食菜，啊开粗唔才会当当大人。是讲你也是袂晓，我来甲你教几步啊。这我专门考的，保证啊，变变给我来讲啊。你同我安尼哦，然后就分一下风。没，哎呀，你问都问我三话，你讲哈。兄弟，你同我别来。真个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无做一个好的模样，所以我这个上娘都做个安尼，我搁起错，所以下娘嘛爱跪拢做歪去啊。更不是张教授的学生啊！你即马想啥好？我介意是查甫。啊，不过我不是啊！穿伊这款型的，刚好是我的菜。别跟他解释了啦，让他知道我的本性，才不会放不掉感情。那你想要对我负责啊？我出事到现在头一次给查甫人情，我打球多大你敢知道？是我头一次给查甫人情的情，啊不是，我根本就没想要给查甫人情。你跟我回事嘞？是嘞。那不然好啊啦，我给你脚头来整过来，整就整嘛，谁惊你啊？哦，哇，你险中计，我直男呢，不爱跟你讲啊，我要来走啊。人有两点半，今嘛是两点三十五分，你伫倒？五分钟尔，不是五十分钟啊。大惊小怪，咱的关系需要绝对的互相信任。我必须来确定，咱的有所你拢有做到，我才能放心。原来你教授烟袋外表之下，有一个老古板的个性。你敢讲你的教授是老古板？想被当的对吧？好啦好啦，我阿乖袂阁迟到。
甲你教是一个后盖，你才乖。今麦学生拢唔知虾米叫做尊师重道的对啊？迄个看状况啊。昨昏我阿你陪我出去，你拢唔肯，应该就是出外的人，是你才对。安怎？你吃错？麦克脑，你对亚春根本无意思，安尼怎？干来想想要气我？麦克说嘛，那不我真正袂阁睬你。好教授，赶快放开！你别走啦，赶快放开！我拜拜，我若是帮你走，你就走起啊！赶快放开！我不敢放啊！拍死啦！麦克，贝爷！你他妈是安怎？够开哦！就算你介爱林子深，你嘛袂用这样丑陋啊！喂，行动代码 love love。想讲我看到阮爸甲阿姨伫遐生，我就一时想要自尽。